一箱海苔卷，这一箱我已经吃没好多了。现在是给你们发80个，40个，然后拍一下再送你40个，一共一箱里边是80根，然后有3种味可以选择啊，有蟹黄的，肉松的。然后还有那个蛋黄的，一共是3种味啊！尝看，蛋黄、肉松和蟹黄口味。外边它是一层海苔，应该是一种脆脆的，然后在中间是个夹心儿。现在是给你们发80根。特别好吃，带夹心的啊，这也是蛋黄味儿。